吗？我身材不错，你隔着衣服都能看出来。朋友圈照片吗？啊，我偶尔也会做点体育锻炼，比如钓鱼。那你觉得鱼上钩了吗？这种事儿的话，愿者上钩。还不错。你是说照片还是我？当然是照片了。啊。那我还需要再努力一下。加油！你也不错啊。你是本人还是照片？我不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。这么说你很喜欢我呢？你很在意我的回答吗？不是很在意，但是很好奇。喜欢还没有，我觉得还需要再深入了解一下。他两个文静。美丽广场。